界的这种比赛赛场，已经到了世界锦标赛这样一个高度上啊。没错。好，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国际组双排淘汰赛阶段的一场比赛，由我国著名选手丁俊晖对阵尼尔·罗伯森。昨天呢，我也见到了这几位选手。昨天尼尔·罗伯森是在下午的2:20刚刚下了飞机，赶到了这个赛会现场。这个大家看到这两名球员啊，可能这个来参加这个中式比赛，并且在比赛当中啊，这个有机会来对决啊，感到多少会有一点这个滑稽的感觉，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两名球员在这个斯诺克赛场上。场对、我们看到这个体育馆内几乎是座无虚席啊，昨天也确实让我见识到了玉山人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整个现场人山人海，当然毕竟这帮球员的名头太大了。昨天到现场的有丁俊晖、尼尔·罗伯森、特鲁姆普，753级当中的两位，这个希金斯和马克·威廉姆斯。另外呢，女子选手九秋天后潘晓婷也到现场助兴。应该说是这个集斯诺克、中式八球还有九球啊，这个三个项目当中这个顶尖的高手，顶尖高手全到，都是而且像这个玉山这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地方来举办这种大型的比赛，确实也是在当地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没错。蔡指导，我不知道您以前看过没有，我肯定是第一次看罗伯森跟小辉打八球。我也是第一次。我看过丁俊晖打九球，是跟潘晓婷打九球。那个应该不是不是比赛，正式比赛，纯粹的一个娱乐项目。对了。这个尼尔·罗伯森呢，应该是去年也是来到了玉山，参加过一次。对对对，这个而且是去年是打进了前四，在这个半决赛当中啊，是输给了马克·塞尔比。应该说，在这个中式八球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罗伯森啊，相对这个比赛经验啊，要比丁俊晖要稍微这个多一些啊。对。像您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种像罗伯森这样的这种斯诺克的高手啊，他打起这个八球来会更加的容易一些。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准度方面，因为毕竟这个球台要比斯诺克球台要 小多了， 对。所以说，在这个进球环节上，斯诺克球员不会吃太大的亏。但是，之所以说这个往往这个斯诺克球员跟中式八球专业的中式八球在对垒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会有一点处下风啊。更多的是就是说这个叫球的思路上，哎，没错，这个叫球的思路上，然后这个防守的这个环节上，意识上面，防守的还是跟斯诺克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对。因为毕竟我们清楚，我经常看斯诺克的朋友肯定也清楚，这个斯诺克比赛当中，我们是球台面上的球，大家都是公共的。对，我这一杆没打进，下一杆你可以来打。但是这个中式八球呢，你看我们台面上有花色的，也有全色的。对，一旦选了之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没错，只有到最后这个八号球啊，才是双方这个共同的球，其他的球都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罗伯森选择了花瓣球。目前台面上和这个四号球相连的这个好像是15号球啊，还是需要处理。现在这个左边的10号球，看看是不是可以打一库啊，来把这个旁边的花色球啊 K 出来。选择来做左边的中带，打薄了。实际上两个人今天的这场比赛已经是第二场比赛了啊。在早些时候啊，两个人在这个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分别是输给了对手，也就是说现在两个人都是输了一场球。那这场对于两个人来讲都不能再输，再输就直接出局了。没错，按照这次比赛的规则啊，在这个国际组的这种晋级当中啊，是采用双败淘汰，也就是说每名球员啊可以有两次的机会，如果输掉两场的话就意味着被淘汰了。哎呀，跟尼尔·罗伯森刚刚那一杆几乎一样，都是薄了这么一点点。
而且这个中式八球对于斯诺克球员来说啊，我觉得在这个开球这个环节上，以及这个特定的这种跳球的环节上啊，都还是这个吃了不少亏啊。对，斯诺克球员他基本上应该是不会跳球的。对，首先这个斯诺克规则是不允许跳，不允许。然后再说到这个开球呢，实际上这种瞬间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爆发力啊，在斯诺克这个比赛当中根本是看不到的。刚才听这一下的声音好像是刺杆了。就是，哎，这一杆本意是来打中带啊。这次比赛呢，一共是来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球员。那么在前天，在昨天开幕式之前呢，已经进行了3天的外围赛。那么通过外围赛之后呢，是决出了96名球员进入到正赛，这其中呢是64名男子选手和32名女子选手。把这个4号球啊先给救出来。看看4号球左下角的一个底带啊，应该还是有进球的这个线路。实际上比赛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啊，对于斯诺克球员来说啊，这个应对起来啊比较轻松。对，进球啊和控制这个白球的位置啊，应该说都是没有问题。也不靠哪儿。按照中式台球的这个比赛规则、必须指带口啊。最后的这个8号球啊是要指带打带。好，这样的话丁俊晖是先下一城。这比赛呢是采用17局9胜制。在早些时候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斯诺克领域的高手啊，有很多已经是纷纷落马了。像这个还是有点不服水土。现在这个比赛的2名球员，还有以及特鲁姆普啊，然后这个多特啊、乔佩里啊，都是输给了对手，算是这个进入到了败部。本次比赛男子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是分为国际组和国内组。由于这个丁俊晖啊是从世界台联这边报名来参赛，所以把这个丁俊晖啊安排在这个国际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国际组的比赛是有32名球员参加，通过双败淘汰赛取16名晋级。国内组呢就是这个有国内有排名的，通过资格赛打进正赛的32名球员，也是通过这个双败来决定16名球员进入到最后的32强。我们看到丁俊晖的这一杆开球啊，应该是没有球进带。那这样的话，按照比赛规则，目前尼尔罗伯森啊是可以选择这个全色的和花色的球啊自己来选择。他先做了一杆，因为这个球确实也不好选。没有这个哪个球啊，球这角度偏大。这个中式八球跟斯诺克比赛的这个规则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没有球进带的情况下，无论是目标球还是主球，需要有一颗球碰库。也就是说，在斯诺克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做斯诺克的时候啊，轻轻来贴一下彩球啊，在这种这个中式台球比赛中是不允许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角度啊，看到特鲁姆普啊，特鲁姆普也是在隔壁球台啊进行作赛。刚才也是谈到啊，特鲁姆普也是在这个早上啊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对手。所以说对于斯诺克球员来参加中式台球的比赛啊，我相信要跟这个专业的中式这个
球员相比啊，还是会多少会出一点下风啊。对，也就是说还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啊，来去适应比赛的规则啊，比赛的一些打法。嗯，再见。而且这个中式台球的比赛当中啊，这个选择进攻的时机啊非常的重要。一旦你选择了进攻，如果打不完的话，你的球会剩得很少，这样的话对方这个球还在台面上，想给你制造困难就会非常容易了。没错，所以说这也是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斯诺克比赛的球员他在打中式八球的时候，他这种球的这种思路哎意识嗯，不像说斯诺克我一杆可能没有直接能够打赢，但是我还可以这个通过防守啊，把我自己的这个分数啊至少可以保留在自己手里。但是这个中式台球啊，一旦在你这一杆进攻，特别是在这一杆进攻进行到尾端的时候啊，比如说黑色球没有打进，也就是说你只能打着一颗黑色球了，但是对方还有七颗球可以选择，对方这个在这个战术的运用上啊，就会比这个只剩一颗球的这个球员啊要灵活得多。嗯，哎呦，这杆是稍稍打得厚了一点啊，也是有意的在控制力量啊，来做这个五号球。嗯，这就像刚才您讲的这个一样啊，现在尼尔罗布森有一个不错的局面。这几颗球的位置还真是，除了这个靠左侧库边的这一颗。嗯，左边边库有两颗相连。嗯，由于丁俊晖这个四号球啊没有打进，但是停在袋口，所以说多少啊也是会对尼尔罗布森这杆进攻啊会有一定的制约啊。嗯，这杆也是可以说是连打带防啊。嗯，白球停的位置如果打不进的话啊，也会是带着防守。嗯，那罗布森选择把自己这个靠近库边的球啊先给打出来。哦，上边的那颗球也是丁俊晖的球啊。哦，如果这样的话，之前的一杆丁俊晖那个四号球啊还好是没有打进啊，如果打进的话，打进还真是反而给对方提供了便利了。对，反而自己这个局面啊不太好处理了。刚才也是我们的导演调用鹰眼技术啊看了一下这球的位置关系。我们现在这个比赛的转播呢，这是我们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转播团队，李春凯导演带队在前方进行转播。这个鹰眼技术呢，也是我们自己的知识版权的技术。没错。嗯。但是咱们这个更多的是在这个斯诺克当中用的，斯诺克能看到。嗯，也确实啊，这个八球以往来讲我们的转播也比较少，但实际上这个八球中式八球啊，应该说在中国这是目前就是打这个球的人是最多的，哎，参与的人非常多，参与人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有8000万。没错。而且这个很多俱乐部里面啊，这个中式八球的球台啊是占据多数的，对，绝大多数的。这个说实话，我记得86、87年那时候刚刚开始玩台球的时候，就是八球。哎，没错，也有斯诺克，但是非常非常少，太少了。没错，这个不瞒您说，我第一次见到斯诺克球台是1994年考上北京体育大学之后，在北体大见到。当时北体大有一个斯诺克专业。哦。招了全国第一批，大概好像就10个左右的学员，这个专业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斯诺克的球台。嗯，所以说这个差不多我这个年代的这个球员啊，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中式八球开始，后期再转到斯诺克。对，不像说现在的很多小球员都是一上来就直接就是斯诺克。哎，嗯。嗯，丁俊晖这一杆的五号啊，又是没有能够打进。
这样的话，这个局面啊，罗伯森肯定是可以来连续进攻了。嗯。像刚才丁俊晖出现的这种简单球的失误啊，在这个中式的专业的中式球员当中啊是很少见到的啊，所以这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个球啊要比斯诺克球大，而且这个在这个力量分配上面啊，往往这个就会出现失误啊，因为毕竟不是很熟悉。那刚才丁俊晖这杆五号球的失误啊，也就是由于这个低杆啊。这个力量没有用好。这样的话，尼尔罗普森也是扳回一局，1-1了。作为中式八球的这个选择球的这个次序上面啊，非常有讲究啊。没错。先打哪个，后打哪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局面啊变得越来越简单，也是这个非常的重要。作为这一点上，斯诺克球员肯定会是吃一定的亏，在这个思路上啊，毕竟这跟这几天大家熟悉列讨论的一个就是这个围棋人机大战哦，这事儿一样。现在有人在撺掇着说，让这当年的深蓝跟这阿尔法下一场啊。那肯定不一样，你围棋的思路跟国际象棋的思路能一样吗？没错没错。但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阿尔法这个机器啊，随着每一盘棋局的这个下完之后啊，它会是每盘棋之后都会有进步。没错没错，它会把、这个、它会系统自动生成这种思路，哎，相当于自动升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跟机器去抗衡，因为至少在它的运行程序上它不会出错。没错，哎，但是你人有疲劳的时候，哎，就是他至少是零失误。对，罗伯森这一杆的开球啊，这个局面还是不错。这个无论是花色球啊还是这个全色球啊，位置都非常的好。罗伯森选择打花色球，定杆左边的中带，这一盘的进程啊非常快。所以说啊，在这个中式台球比赛中，这个开球啊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对，你开得好的话，这个对于后面一连串的这个进攻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这样的话可以很轻松的叫到八号。所以说在这个中式这个台球比赛当中，这个球员啊，专业的中式台球球员啊是有专门开杆用的杆。对，这跟九球一样，哎，击球杆和开球杆是不一样的，就是开球杆要短一些粗一些。但是我记得上一次尼尔罗伯森来这个玉山参加这个中式的比赛啊，好像是没有准备这个专门开球的球杆，也是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啊，也是这个体会到这个开球啊对于整个这个比赛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相信丁俊晖在这个趴到这个球台上打起球来的时候，感觉啊，相信应该可能会是有一点怪怪的感觉。哎，丁俊晖也是换了一个球杆来开球。球哎，看这个球杆比较短，比较粗。这一杆又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啊，这个开球。所以说，这个开球啊，一旦不进球，
这个主动权啊就留给对方了，对方是可以选择台面上啊比较好处理的花色来做选择。一旦分了颜色之后啊，这个局面好的这个球啊就会占到很大的这个主动权。罗布森选择了全色。如果选择全色的话啊，这个靠近左下角的这颗六号球啊应该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其他的球好像位置都还不错。这样接下来罗布森啊就是要围绕怎么样来解决六号球啊来展开进攻。选择摆白球啊，听到球台的上方啊，来用六号球啊传这个二号球。那这一杆啊需要一点准度，毕竟二号球啊并不是完全在这个袋口里边啊。哎呦，还真没启动。感觉这一杆力量再稍稍大一点，还是有机会能进的。大点挤下去了。这一杆丁俊晖是想用高杆啊来把这个靠近库边的九号球啊带出来，给 K 出来，结果反而贴得更紧了。K 球的角度也是没有控制好，看看这一杆有没有机会再 K。好球。这样的话，丁俊晖的花侧球啊，上方的这一颗球啊，还是有一定难度啊。这一杆好像是出现静电了。出现静电了。这一杆很难做防守啊。左右两侧啊都有带口的这个全色球。丁俊晖这一杆，除非是做成斯诺克。选择拼了这一杆。罗布森的一个全色球啊位置都是非常好，但是这个黑色的八号球啊现在这个角度啊不能够看出来是不是哪个袋口有下球啊。如果是都没有的话啊，需要罗布森去要把这个八号球和相连这个花色球啊去 K 开。从刚才那个上面的镜头来看，还确实好像这四个袋口都挡着呢。这一杆就直接来 K 了。这一杆没有 K 到，但是好在这个六号球啊还是可以继续来进攻啊，可以调一个五号球啊向下的角度啊继续来 K。 目前这个局面啊对于罗布森来说还是有一点纠结啊。进攻感觉又担心自己 K 完八号球之后啊，一个是怕 K 不到，再一个 K 到之后啊也不一定有好的下球机会。如果不进攻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位置啊能够防住丁俊晖的这个三颗花色球。想来想去也是没办法啊，孤注一掷了。这一杆就是左边的边库一库来 K 这个黑色球的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 K 出机会。这一杆是什么意思？右下角有下球吗？没有吧。They both side. Okay. 这一杆应该是之前的这个五号球啊。They both side. 角度留大了，左边的边库啊一库不能够 K。这样的话这一盘丁俊晖啊非常主动了。
十一号球在袋口。嗯，先用袋口的球调一下白球的位置。台面上三个球没有任何难度。所以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这个你的进攻如果不能够一杆制胜的话，后面的比赛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丁俊晖剩下三颗球，即便是位置不好的话，也还是可以选择来做防守。白球停的位置还是让你这个黑球啊不好打。哦，哎呦，嗯，好在这一杆啊，应该也没给罗伯森留机会。感觉丁俊晖今天这个状态啊不是特别的集中，这个注意力、嗯、是稍稍有点草率啊，感觉打起来都靠哪儿。不啊，这样的话恐怕没机会了、嗯、罗伯森不应该再出错了。罗伯森指了中袋，左边的中袋。这个中式八球的比赛，打黑球必须是直带打带。哎哎，这可不像是两个世界顶级选手的水准了。罗伯森自己也乐了。哎，看看这一杆。嗯，也不是太好的机会啊。这基本上是一个分球啊，嗯、这两个人感觉这个在比运气啊。对，这还真是个分球，而且这球不好分的，这个架杆不舒服。嗯 ，Apple Corner， 左上角底带。嗯，带着低杆啊，带着防守，打后了，哎。又是没有事儿啊，又是没有事儿，就是罗伯森也是一有点不好意思了。这球即使进了也不算啊、嗯、这杆肯定是漏了。嗯，总算是打进，这样的话，罗伯森现在是3-1领先，自己也拍了拍自己心脏。那实际上，这个有很多朋友曾经也问过我，是不是这个打斯诺克的，去打这个中式台球就会非常的简单？通过这局球我们就看出来了，哎、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没错，没错。可以说是完全两个这个不同的项目。因为这个术业有专攻嘛、嗯、没错。这个比赛，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转，17局9胜，他这个中间有休息吗？应该是在这个九局之后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但是时间会很短，相比斯诺克要短很多。嗯。哎，这一杆罗伯森开球之后啊，应该白球落袋了。嗯，白球落袋了。对，白球落袋了。这样的话，按照规则，丁俊晖可以把白球啊。One hand behind the line。放在这个线后打这个自由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镜头啊，白球可以摆在线的上面任意摆，但是只能打线下边的球。嗯，丁俊晖是选择花色球来进攻，花色球靠近右边中袋袋口贴库的这个花色球啊，
应该是整个这个台面上啊难度最大的一颗球，需要丁俊晖来处理。哎呦，今天丁俊晖这个准度确实是有点低了。嗯。也是跟前面这个赛场的朋友上午啊，也是有过一个交流啊。好像丁俊晖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这个也是发挥的不是很好，导致3-9啊，输给了对手。因为这个赛前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什么沟通和交流，不知道就是像他也好像罗伯森啊、特鲁姆普啊这些顶级的斯诺克选手，他们参加这个中式八球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很新奇、很认真的去打这个比赛呢，还是说玩票的感觉？我觉得还是首先心态比较放松，再一个更多的是也是这个首先来参与这个比赛，在比赛当中呢，我觉得也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发挥，但是有时候这个在比赛当中这个进程啊和自己这个发挥啊，有时候这个很难自己能够决定得了，所以说随着比赛这个进程啊，有可能我相信丁俊晖在来之前可能也是希望尽量能够打好一点，但是这个真来了以后，而且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训练，所以打起来以后感觉跟自己想象的完全肯定是没时间，哎，完全不太一样。之后啊，丁俊晖可能是稍微到的早一点，你像罗伯森跟特鲁姆普都是昨天下午2:20刚下、下高铁，下高铁才到了玉山，而且这几个球员也是刚刚参加完这个在英国举行的这个那个大奖赛的比赛，完了以后马上啊就飞到这个中国，肯定是没有。即便他们是在英国想练这个中式比赛，也没有这个球台啊。对。所以说，完全就是凭着这个斯诺克上面的这个技巧啊，还有这个比赛前，我相信短暂的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适应时间啊。嗯。完全凭着这个再来参赛。这杆四号球角度留大了，肯定是避不开黑色球了。看看打进之后啊，能不能够把黑球啊 K 到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杆好像 K 的不好，只能翻带了，选择了翻带。这杆翻带的位置应该是还是不错，还不错的。好球。随着丁俊晖一杆失误啊，罗伯森又是赢下一盘。而且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进程，比如说这个斯诺克球员能够一直往后打，比方说这个晋级到16强，八强之后，他们对于比赛这种适应也慢慢的开始熟悉了。没错，后面的比赛肯定要比前面的比赛呀、打得更这个精彩。所以说，对于斯诺克球员来说，这个前面的一两场球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6, 丁俊晖 to break。 好，来看一下第六局。感觉这个丁俊晖的开球啊肯定是不行啊，连续的几盘球啊都是没有能够开球不进，这等于直接把这个选择机会给对方了。爆发力啊还是不够，力量不够大。这说到这儿，想起我们小时候打球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大力出奇迹。对，当然根据现在的规则这就不能这么来了，这但是在开球上可以，开球上可以，对，开球上可以。实际上这个中式台球这个专业球员的这个开球上也不仅仅是力量大，只是他能够这个更好的运用这个力量啊，把这个更大的力量啊传到这个目标球上面去。
倒也并不是说这个谁劲儿大谁的开球效果一定就好，这是两回事儿、嗯、没错。那罗布森是选择全色球来进攻，嗯，全色球几乎都是在这个球台的右下角的位置啊。嗯，看看怎么来这个拆解中间的这几颗。对，这三颗球台右下这三颗，左下角应该还都有下球。对，嗯，右下角被这十五号应该是挡上了。十一号，哎呦，这个能过来。嗯，这一杆我相信罗布森本意是想打进三号球的同时啊，白球把这个一号球啊 K 开，还顺便白球啊停在一号球的位置。这样的话，下面两颗球啊就可以打左下角的那个底带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啊，白球没能够停住。七号球的右上角底带轻推，嗯，一号球啊右下角底带应该还是有下球，这样的话还是可以把白球啊调回到一号球附近的位置啊。来做另外的两颗球，嗯，好球，嗯，这样的话这一杆黄球打进啊，这个位置啊调得非常好了，底杆弹一库来做四号球，嗯，这一盘没问题了，八号球就在旁边 ，Table Corner。那感觉罗布森在这个中式台球比赛中的适应能力啊，确实要比丁俊晖要稍微好一点。当然，这肯定也是跟罗布森啊，去年来参加过一次啊，有很大的这个直接的关系。对，丁俊晖去年没有参加这比赛。嗯，反正至少我是第一次见丁俊晖打这个中式台球。对，当时跟潘晓平打九球，我记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活动当中啊，至少是带有表演性质，表演性质，纯粹的表演性质。嗯，但是而且这个九球跟这个中式台球啊，还是也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这个台泥啊，包括库边的这个形状啊，对，所用的球杆呀、啊，都不太一样。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中式台球的这个选手啊，也都是选用这个九球杆啊来打这个中式台球。V7 near Robson to break。嗯，其实实际上罗布森这个开球啊力量也是不够啊，他够不够，但最起码他有球落袋、有球进、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嗯，罗布森有球进啊，可以继续来选择全色球花色球，罗布森也是在判断啊哪一个花色的球啊，哪一个花种的球啊更好打一些。嗯，这一杆发力啊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话丁俊晖啊还是有机会可以选择。嗯，打的稍稍的薄了一点啊，白球是目标球是撞到了这个袋口袋角啊。嗯，丁俊晖也选择这个全色球来进攻。哎，看看白球，嗯，这一杆位置、啊、是不理想、啊。
停在了花色球的后边，这样的话丁辉只能来解球了。嗯，按照中止台球比赛的规则啊，嗯，在解球的时候啊，在解到球之后也是要有球碰库，无论是主球还是目标球，否则的话就会被判为犯规。所以说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中的这种轻轻的解啊肯定是不行，你必须得发力，必须得保证有球碰库才可以啊。但是你这一发力，这白球就失控了，哎，不可控，你就很难在这个解到的同时啊，又做到防守了。嗯，这就是中式台球的这个特点啊。看罗伯森的这一杆防的怎么样？几乎也是没球可打。哎，嗯，丁辉在二号球应该是挡到了啊。三号现在是在瞄三号。目前两个人的这个方针啊，都是在把自己的球啊简化的同时啊，来给对手制造困难。一旦对手犯错，自己这个就有好的机会啊，来进攻自己的这个球。嗯，看看这一杆应该还是有球可以打到啊。蔡老师，到底是八局球还是九局球？九局。嗯，还是来做防守，把白球啊停在这个球台的上方。这一串儿就互相咬上了。嗯，嗯，好球！啊，这一杆是有意识的啊。那毕竟带口的两颗球啊，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关系。嗯，打进之后把二号球 K 出来。嗯，好球。这样的话，黑色球啊，可以来做右边的中带。Apple side。2-2了，丁俊晖还是落后三局。这个比赛呢是在玉山县当地的一个中学的体育馆进行的。这个画面看过去也是能容纳不少人啊。嗯，不少人。而且这个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站着。对。这个昨天的选手们在开幕式之前进行了一个花车巡游，嗯，在整个巡游路线上，这五公里多长的路上啊，两旁的玉山县的这个观众啊，几乎是把这五公里多长的路围得水泄不通，嗯，非常的热情。For eight, 丁俊晖 to break。说明这个台球这个运动啊，在这个玉山啊，也是发展的非常好，有很多的这个球迷。嗯，这一杆丁俊晖开球啊，还是没有能够进球。
而且感觉丁俊晖也并没有刻意的选择用大力的去开球啊，对，他没怎么发力就感觉。罗布森选择花色球啊来进攻，花色球中间的球台中间的位置啊有两颗啊都是相互之间啊都有这个影响，所以需要罗布森啊在后边的进攻中啊是要来处理的。这些年啊看罗布森打球感觉就是越来越踏实了、嗯、确实这跟七八年前那时候他那时候梳着一个您还记得吗，就是高高的用发胶扎起来那朋克头、哦、啊，跟那个时候的感觉真是不一样了，那时候就是一味的进攻，但是确实是真准啊、嗯、往往都是这个过程啊，包括这个包括那时候真是一个就是这种意气风发的少年，嗯，所以这个球员在这个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一定是会经历这样一个慢慢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说当时特鲁姆普也是高高的用发胶把这头发打得立起来啊、嗯、长头发，对，长头发，所以你看现在随着两个人我就说这头发越来越短了，头发越来越软了、嗯、这球也就越打得越来越全面了再打下去恐怕就像希金斯威廉姆斯那样该谢顶了就、嗯确实感觉这个随着这个职业比赛参加的越来越多啊，这个职业球员都在谋求着这个怎么样能够更稳的赢下比赛啊，而不是靠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热血冲劲儿激情来赢比赛。嗯，这一杆停的位置啊不太理想，一号球啊是影响到了这个手架的这个位置，而且这个角度啊也不太好、嗯、实际上有点后缩别扭，嗯，但实际上罗布森进攻到目前这个局面啊也是没办法了，如果选择防守的话肯定是防不过丁俊晖，丁俊晖这么多球这局面上一定是占主动，所以罗布森也是这个硬着头皮啊来进攻，这个能不能一杆打完啊，打完也得打完，对，打不完也得努着打、哎、碰到了三号，嗯，这就是也是之前提到的这个局面啊，只剩下一两颗球啊，你现在满球台都是丁俊晖的球、嗯、都是全侧、嗯、想打也可以，是想靠其他的球啊、嗯、来挡住你的球也可以，这球实际上没有太难的这个障碍、嗯、看三号跟这个二号哎稍微拆一下，哎稍微碰一下，但是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毕竟还有很好几个球啊都可以来选择这个处理两颗球，而且中带啊还有四号球啊来做接应，嗯，这一杆又没 K 到，嗯，传一下四号，嗯，看看四号的角度啊，应该还是有机会啊，再来 K。嗯，又没扣到，扣到。这样的话，这一下进攻恐怕得断下来了。嗯。嗯，选择把白球啊定在这个位置啊，用黑球来做斯诺克。嗯，连续的几杆啊，丁俊晖并都没有 K 到相连的两颗球，那也是充分的说明了丁俊晖在这个中式台球的球台上面这个线路啊控制的反而没有这个更大一点的球台这个斯诺克上面、啊、控制的更好。控制好角度啊，不解这个花色球之后啊，白球落中带，
带球走的稍稍多了一点。这一杆的二号球啊，需要小心。嗯，好球，看看白球，哇，还是走多了，哎，刚好，刚好。丁俊晖，这样的话，丁俊晖又扳回一局，3-5。暂停，你要休息吗？不休息可以继续 ，OK， 停停停。这个比赛是8局之后啊，球员之间可以选择有一个短暂的休息，但是两名球员都是放弃了这个休息的机会。确实，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啊，虽然是已经进行了8局，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啊并不是很长。对，还不到，也就50分钟。嗯，52分钟。Near Robinson to break. Hmm. 是有球落袋，好像是7号。是4号落袋了。那罗伯森也是在看啊，这个全色球的位置。如果来选择打全色球的话，好像是球台上方的这个5号球啊，右上角，看看有没有被挡到。如果没挡到的话，肯定是打全色球了。Five。这个中是8，哎呦。打得太薄了，不过这个确实这个球的反角比较大。这一杆的出杆啊，应该也是受到了裁判这个读秒的这个影响啊。对，这个中式台球的比赛啊，球员在每一杆的出杆啊是有一个限时，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还没有出杆的话，是被视为犯规。嗯，花色球右边靠近库边的这一颗球啊，还是需要丁俊晖来处理。嗯，用低杆，拉多了啊，这一杆没有控制好。这个翻带应该还有，这个角度翻中带好像是没有了。哎呦，还真是吃住，吃住一些。丁俊晖这一杆就是来做一杆防守啊，白球停在这目前这个位置啊。那罗伯森这个6颗球啊，应该就都不太好打。还是一样，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目前两个人这个方针啊，都是在把自己这个不好的球啊打出来的同时来做防守。对。这样的话，把自己的球的位置啊都打得相对好一点的时候，就等待这个对方啊犯错。一旦犯错，自己就有机会一杆制胜。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看3号球是不是有没有下？这一杆罗伯森如果不着急的话，还是可以用这个5号球啊去传这个3号球。哎，进了可以继续进攻，不进的话。还是可以做一杆防守。对，好球。所以这个中式台球比赛的这个特点啊，就是球员在场上需要你不断的去做出判断，当然这个判断一定是结合自己的这个能力。
你觉得这个目前这个局面可以下手进攻了，哎，你就可以来进攻。但是，一旦进攻不能够一杆制胜的话，自己将会陷入到这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所以说，这个选择进攻的这个时机啊，非常的重要。嗯，轻轻的打进袋口的红球，袋口的球来做一号球。这一号球是不是从刚才那个角度看，好像感觉稍微有点直？哎呦，还好，弹一库还可以出来，弹一库出来。嗯，这样的话，六号球做八号球啊，没有任何难度了。嗯，可以选择来做底带，也可以选择来做中带。嗯，轻轻的推过来，做左边的中带。嗯，这样的话，8-4，罗伯森到赛点了。6-3。看错了，刚才看成这个，现在是6-3。嗯。那实际上，这个从比赛开始阶段啊，到一直到目前，都是罗伯森啊，保持了一个领先的一个局面，只有在第一局。丁俊晖是第一盘赢下了。你看刚才这个丁俊晖这两根球杆在那摆着，感觉他这个开球杆比他那个击球杆没短多少。嗯。主要是还是这个开球的球杆啊，主要是更粗一些，比这个哎击打的这个球杆。10，丁俊晖 to break。它不像那九球那开球杆非常短啊。嗯。目前白球停的位置啊，无论是全色球啊还是花色球啊，都好像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机会。丁俊晖这开球啊，真是一次都不进啊。是，也是欠缺点运气的感觉。这个开球进不进球，真是对比赛影响很大。嗯，没错，直接决定了这一盘球啊的一个主动权的问题。是，所以说。每一盘开球都不进球，到现在这个3-5这样一个比分也属正常，3-6这样一个比分也属于正常。没错，实际上这个专业的中式台球的球员啊，在平时训练当中啊，都是会拿出一定的时间啊来专门练开球。对，可想而知，这个开球啊，在这项比赛当中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嗯，丁俊晖刚才是尝试了一个组合球，稍稍的薄了一点。嗯，这一盘球的局面啊，相对还是有比较混乱啊。这都在下半场球台上互相咬着呢。而且目前白球的位置啊，罗伯森也是没有这个上手的机会。嗯，啊，把自己的球啊，这个推到这个袋口的位置啊，也是为了后边的进攻啊，能够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
丁俊晖现在这个方针啊，应该是如果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啊，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球的位置啊处理得更好一些。利用自己的带口的这颗球啊，来做一个防守。罗布森也是考虑到啊，这个全色球在球台的下方有三颗球啊，都是非常难处理，所以也不担心把白球啊停在中间，留给丁俊晖来打。这一杆丁俊晖就是通过这个打二号球啊，把这个四号球也同时撞出来，来简化自己台面上球的这个局面。由于这个丁俊晖目前这个全色的球啊都是处在比较开放的位置了，所以这一杆的防守啊，对于罗伯森来说 10 seconds 很重要。 5、刚才罗伯森是叫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延时啊。这一杆丁俊晖在发力之下是想啊打进二号球的同时啊，把罗伯森这个花色球啊给撞走，但是这个没有撞到。还是来做防守，这一杆力量大了，这样的话罗伯森应该是可以来选择进攻了啊。左右各有一颗带口的花球。先来打进左边带口的花球，来调整一下白球的位置。这个角度看上去，中间两颗相连的这个花球啊，左边的中带啊，好像也是有下球的这个线路。你上方的这一颗应该是可以。选择来把带口的九号球传进，但是这样的话白球一定是跑远了，打得有点太薄了。这一杆的问题啊，还是实际上出在上一杆啊。白球停的位置挡到了带口的花球。哎，这一回没有传进。那丁俊晖的位置啊，三号球的位置啊，始终是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位置啊，进也没法进。但是你要是现在就直接把它打出来呢，你还要考虑白球停的位置。因为现在这个罗伯森花色球的位置生生挤进来。带进带口的花色球的同时啊，把白球啊尽量跑得远一点。这杆防守漂亮啊。而且自己的三号球还把这个带口给封了。
哎，这个漂亮，这杆漂亮啊！嗯，这杆真漂亮，当然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嗯，让白球去撞这个黑色球啊，对，黑色球再把自己花色球啊撞到袋中，也是由于这个丁俊晖这个三号球啊处在袋口的这个位置啊，那刚好了，刚好是给罗伯森这个花色球进袋啊留下一个界下的一个角度。如果说这三号球再往右侧的库边靠一靠，那就哎 这球肯定没了，这一杆肯定就不成立了。嗯，轻轻的把十一号球推进左边的中袋，目的是留下右边啊十五号球的这个进球的角度。嗯，好球。你不靠那儿。嗯，这样的话这一盘又是没问题了啊。Neil Robertson on the right, 7-3。比分来到了7-3。嗯，罗伯森是在看旁边谁的比赛啊？在跟他隔一张球台是特鲁姆普。嗯，罗伯森在早上进行那场比赛的中啊，也是输得很可惜啊，输给了这个台湾的一个美式的这个高手。而且比赛是打到了决胜局，8-9惜败。11, New Robson to break.嗯，罗伯森的开球啊，总体来讲啊，还是质量要相对更好一些。对。嗯，还是来选择这个花色球啊，来进攻。嗯，好球。嗯，把黑球也带开了。嗯，这样的话，中间两颗相连的花色球啊，目前看起来还是稍稍有一点难度啊。嗯，看看白球停的位置。目前这个角度也看不清这个。右边中袋这个五号球啊，有没有挡到这个旁边两颗花色球啊？右边进袋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这个十五号球啊，这个右边的中袋好像是有下球的线路。罗伯森也是在留这个角度啊，那打十五号球的同时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九号球？嗯，这杆带的不是很理想啊。那本意是把这个九号球啊，往这个中带的位置啊，就赶一赶。
这样的话，九号球打左上角的顶弹，打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啊，而且还要考虑到白球啊，做这个黑球的位置。嗯，哎呦，这球果然是出现了失误啊。只剩最后一颗，这样的话又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一个局面。嗯、对于丁俊晖来讲，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比较轻松。那么这一杆应该还是选择防守了。嗯，把三号球啊打到袋口的位置，然后用中间的球啊来挡住对手的这个花色球。就来到这个局面啊，罗布森就是处在一个疲于应付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除非是这个把这个九号球啊解禁，要不然的话，无论怎么解啊，都会是一个被动的局面。放。嗯，罗伯森也是看到这个九号球啊，没有太好的线路啊来解了，索性就把对手的球啊推到库边，让对手进攻起来啊，这个增加难度。嗯，丁俊晖现在选择球台上啊最难的一颗球，嗯，打进之后啊，后边应该就是相对都比较容易了。嗯，打的稍稍薄了一点啊，不过还好。嗯，五号球右边的中带。所以说这个经常打这个中式台球的人啊，一旦是进攻受阻啊，最后剩一颗球或者说是这个黑球没有打进，实际上在他内心啊已经知道这盘球无论怎么挣扎啊，这个都是一个输球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丁俊晖又追了一局，4-7，还是三局的差距。12，丁俊晖to break。嗯，看一下丁俊晖这局啊，嗯，看这开球，开球取得进球，悬了，嗯，还是没有。而且这个局面啊不错，全色球，我们看一看。嗯，如果选择花色球的话，就只能打左边的十号球，左边的中带，那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选择打全色球呢，选择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处理起来位置啊没有花色球啊相对更好一点。
看看罗布森，选择来打全色球。哎，放。这一杆罗布森出现失误啊。保一喊。那白球是 K 到这个旁边啊，库边的三号球 K 的太薄了。这样的话，丁俊晖还是可以来做选择。在靠近库边的这一刻啊，最难打。丁俊晖，选择来打全色球吗？好球！先把靠近库边的三号球、带过去点。左上右下两个底带都有球。这一杆带一下六号，看看六号中带啊，还能不能够进攻？有难度的，角度太窄了。六号球没有能够打进啊。好像比赛进行到现在啊，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炸青的这种局面啊。对，就是直接就是开球，然后就是一杆制胜。但中间都有过，无论是进攻啊还是防守的机会。但是这个，如果是在专业的中式台球比赛的球员当中的这个比赛啊，这一场球很难看到没有炸青的时候啊。这一杆 K 十四号球又是 K 的太薄了。这样的话，看一下十四号球右边的中带啊，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找机会啊，再来 K 一下。看看这一杆十二号球有没有机会啊，来 K 一下。选择轻轻的推进。中带有下吗？右边的十四号球即便是有下的话啊，角度也是非常窄，要打得很轻，而且要很准才可以。好，这个球还是很有难度。九号球的角度，三库来做左下角的底带。这个位置啊，还是可以接受啊，但是还是有点欠缺，要么再多走点，要么再少走点，是吧？还是多走点好，多走点好，对，这底带叫起来更舒服一些。少走一点的话，因为打中带角度也是有点大，对。这样的话，打这个底带现在是一个反角。你会机会来了。哎呦，这个意思，我其实刚才刚想说这。
这样的话，尼尔罗普森恐怕要拿到赛点了，结果幸亏没输，比赛又有了变数。哎，有没有 K 到？没有 K 到，但是没有 K 到，这个球倒是问题也不大啊。这杆一个是也可以 K， 也可以单叫，看看丁俊晖怎么来选择。嗯，选择轻 K。看看这杆五号球啊，左上角的顶带，考验准度。嗯，好球。不可能。这样的话五比七了，他敢这个分差缩小到两分了。嗯。看罗布森在这两三盘球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有机会能够率先拿到赛点啊，但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啊，都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这个机会啊留给了丁俊晖。两个人在比赛当中那个心情啊，应该还都是比较放松啊。对。但是这个观众啊，我相信比赛场上的球员更紧张。没错。希望丁俊晖能够获胜的人群更多。这个、肯定都是希望丁俊晖能够翻盘啊。球员们在这一站比赛结束之后，可能有些球员也就不再回国了，直接来北京要参加我们的中国赛了。没错，嗯，因为这如果再回国的话，再来这个确实太折腾了。哎，我们的中国赛应该是28号，28号就开始了。嗯，罗布森这一杆开球啊，又是有球进带。这杆球开的还是不错啊，花色球、玄色球都是可以来选择。如果选择花色球，就是旁边的14号球；那玄色球可以选择右边中带的1号球。10 seconds。嗯，罗布森又是叫了一个延时，选择花色球来进攻。中间的12号球啊，被1号球啊挡到了这个中带进攻的线路，这样的话就需要来做底带。轻轻的推进，目的就是让白球啊打这个10号球的时候啊，不要被这个旁边的2号球啊给挡到。嗯，薄了，没有能够打进啊。更多的注意力啊，应该是放在了这个 K 旁边的花色球的这个位置上啊，导致了这个丢掉了一些准度。嗯，这球是相当有难度啊！这一杆直接就是把台面上最难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后面的球，应该说问题都不大了。嗯，推进先来做。2号球左下角的底带，但是这个角度啊，稍稍的小了一点点，有点直。嗯，选择轻轻的推进，来做中间的4号球。
经理会也是看一下八号球，嗯，这样的话应该是被十三号吃住一些吧。那八号球右边右下角应该是有下球啊，但是这一杆看看五号球啊能不能够坐过来，发力的灯杆，嗯，行，哦，坐左下角地带，这都靠哪儿？6-7。又追了一局，嗯，连追了三局了，3-7到6-7。这会儿感觉这个状态啊、手感啊慢慢出来了。哎，今天确实有点慢热。确实感觉这个两个人在斯诺克比赛这个当中的这个能力啊，不相伯仲。来到这个中式台球的球赛场上，感觉也是实力相当。嗯。太多，咱们窗口我看是到4:30，如果在那之前就打完了，你也打到那个，咱们去垫什么？哦，不在转，是没有现在情况。14:00 Thinking for to break。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嗯，丁俊晖依旧是没有进球啊。嗯。那这样的话，总是把这个率先选择花色的这个权利啊，留给这个罗布森。这今天小辉这几场几局球，第一局赢下的那局。开球有进球吗？嗯，还真记不太清。我也记不清，但是后面的是肯定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后面一直都没有。但是这个好在啊，局面还比较复杂，对，不至于这个因为开球没有进球啊，导致直接输掉这一盘。嗯，通过左边中带的三号球来把这个下边的五号球啊给救出来。哎呦，这一杆又是没 K 到。嗯，这样的话这一杆进攻啊很难实现一杆制胜啊。嗯，直接就转向防守了罗布森。哎，打四号的同时啊，把自己这个五号球啊也给救出来，为后边的进攻啊埋下伏笔。这一杆丁俊晖的防守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没有能够把中带的这个一号球啊挡到，这样的话罗布森啊目前这个局面是有机会啊一杆制胜。嗯，先来做五号球，打进五号球之后啊来做这个四号球啊右边的中带。五号球的角度可以打进之后啊，用低杆借助旁边的这个花色球啊停住白球。嗯，直接停了也没问题啊。雷波靠哪儿？嗯，
这一盘球，我感觉之前丁俊晖的一杆防守啊，稍显有点大意了。罗伯森 86。嗯，这样的话，罗伯森是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由于两个人之前都是分别输掉了一场比赛，所以说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输掉的球员啊，一定就彻底出局了。嗯，所以因为我们这比赛呢是采用这个双败淘汰赛的赛制，两个人只有拿下这一场胜利才能继续往下走。但是感觉丁俊晖这个从开场之后到现在这个发挥啊，感觉是在往好的方向一个发展啊。嗯。但是这时候看能不能追得上。15, 嗯。Europe Center Break。又是有球进来的，嗯，花色球，嗯，这一盘球感觉全色球更好一些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号吧，嗯，还是选择全色球。嗯，先来处理五号球，这一杆 K 完之后啊，效果不太理想啊。五号球还是没有太好的这种进球的位置。二号球啊，还可以继续来 K。哎呦，这一杆这严重的静电啊。嗯。罗伯森也是自己在笑啊。玉山这几天其实这个挺潮湿的。嗯、是。嗯。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嗯，应该也是当地这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啊。嗯，再过几天呢，就该进入这个雨季了。嗯，每天小雨。嗯，那可能会更潮。嗯。嗯，想来 K 一下二号球，没有 K 到。目前这个局面啊，轻轻的来推右边边库的这颗，嗯，一定要推得轻啊，即便是不进的话，希望能够停在带口的位置。嗯，好球，好球。看看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嗯，有一点点低杆停住白球，更多的目的是来调十二号球啊，白球向上的一个角度。十三号球右下角是有下球的线路，这一杆只需要用低杆啊，白球碰骨之后啊，避开黑球，哎呦，哎呦，撞的带角了，这一杆麻烦，改变了线路了。哦，这杆正好撞死，哎、嗯，没有撞在这个垂平行的库边上，撞在了这个弧形的中带的带角，这一下线路变了。这样的话，这杆麻烦了。首先截起来也非常大的难度，它即便截到的话啊，肯定也是罗伯森也是有机会。这杆非常被动了。10 seconds。嗯，丁俊晖是叫了一个延时。嗯，这还真是有麻烦。Foul。先撞到了八号。嗯、这样的话，罗伯森啊，手中的自由球。Bowing hand。这一般来讲呢 ，free ball 这就没有太大的希望了。嗯。
而且台面上球的位置啊都非常好，不需要去 K 处理什么的。哎，这杆的位置稍稍有点尴尬啊。不过好在自己这个球多啊，至少目前这一杆如果不选择进攻的话，稳一点啊，还是来做一杆防守，又黑球啊，挡住丁俊晖的花球。所以说这个只剩下一颗球啊，要想赢得这一盘比赛，难度非常大。寄希望于对手啊犯下很严重的错误啊，才有机会。能够打到下边的薄边，哎呦，好球！这一杆丁俊晖也是孤注一掷啊。对，你不翻防也是肯定早晚的事儿。这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啊！看这杆黑球啊，也不是肯定进啊，有难度。哎呦，打后了。这一杆实际上这一杆翻带啊，把这个局面啊都给扭转回来了。那这一杆黑球又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这一盘正常应该是输掉了啊，除非罗布森再出现一次像刚才那样的失误，哎，像刚才提到的这种严重的失误，严重的低级失误。五号球的角度啊留的也是稍稍有点大，你想打进之后控制住白球啊，你需要打得很轻才可以啊。嗯，索性就不要白球的位置了。哦，这一杆效果还真不错。嗯，定杆来做三号球，三号球一定应该是留下了一个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嗯，选择发力的灯一库来做黑球右边的中带，中带没有任何难度了。这样的话，随着黑球的落袋，宁罗森是继续保有着向下往上晋级的这个可能，而丁俊晖呢，两场比赛全部输掉之后，根据双败淘汰赛的规则，已经是无缘继续往下走了。好，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中午的13:05，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中视台中世锦赛女子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明天。